为医生和巫师家人。这幅画是想跟前线的医护人员打气，同埋疫情最大的关键人物就是医生，因为他们救了很多人。同埋我是角落头度写呢块物，呢幅画咧就是因为他呢幅画就是讲心目中的英雄啦。跟住咧，特首因为咧又派照顾得澳门非常之好，又派消费券啦，跟住就有现金分享啦，都非常之好咯。我想致敬站在抗疫第一线的人，共同抗疫，打败病毒。幅画包含咗病毒、花、人民同埋建筑物。首先，病毒就是代表困住了我哋，咁例如嗰只手同埋病毒就是代表住我哋冇得出街，因为疫情冇得出街，冇得翻学，因此就好像被困住喺屋企咁样。然后各个政府人员同埋医护人员都是为病毒反抗紧，就是为我哋努力去抗疫。然后啲花咧就是代表希望。愿我哋可以快啲过咗呢个恐怖嘅疫情，快啲回复翻正常嘅生活。我想讲，你好啊，我系一个小朋友，我好佩服你哋，因为咧你哋救咗很多很多的病人。我想讲嘅系，多谢你哋咁多个月嚟嘅努力，加油！呢个疫情。快啲冇咯，即系快啲出疫苗啦，加油！我想同医护人员讲，一定要加油努力，令呢个疫情完咗。前线嘅医护人员，你哋辛苦啦，继续加油！加油努力！